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无不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42集的节目。我呢，最近呢会有空档的话呢，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做最近呢官方推出的一套，以泰坦回归系列里头真正的头领战士们呢，七个角色呢换了 G1 风格包装所推出的 OK 炒冷饭或者是说骗情怀的一套作品啊。当然呢，最瞩目的呢还是它。充满了 G1 风格的包装盒，你看到没有？后面这个大乱斗的一个画面啊，这个恶龙啊，这个伏魔圆面啊，这个是海龙吧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小诸葛，这些角色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还有这个是一个双头龙的角色啊。那么呢，这些呢在泰坦回归系列的时候呢，我都领略过他们好玩的一个地方。说实在话啊，最近围城三部曲以来的官方的玩具呢，我给的评价还是比较高。那之前的早一年的这个至尊神力，我是说它很烂，合理战争也很烂。然后这中间的话呢，有一个泰坦回归系列的玩具呢，是我个人给予比较高度评价的。而其中的这一款老顽固的话呢，或者台湾这里反正铁头的这个玩具呢，是里头 Deluxe Class 当时推出的七个玩具里头呢，我个人的喜欢的程度呢是最高的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完这个包装盒，那就进行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如果真的只做包装盒的话，大概会被大家骂死啊！其实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玩具的啊。它的话呢是一个载具作为包装，所以呢我们就用载具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了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比例，跟后期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的话呢，大小尺度来讲，尺寸来讲的话，其实长度差不多，但是宽度的话呢，有比较大的一个感觉。那以零件数来讲的话呢，其实，泰坦回归系列的第一级的玩具呢，这个零件数呢还算是可以啊。它本身是一个有滚动性的一个坦克，它的轮子的话呢是前方是一个大型的轮子，后面有两个小轮胎的后面。那么呢这一款玩具的话呢，我的感觉啊，我手上这一款的话是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这个关节感觉是比较松一点，这根钉子啊，我觉得它的一个支撑力度呢是比较有限的，导致于说它在坦克形态下呢，有时候你有一些特定的角度呢，它是做不到的。那作为一个坦克的话呢，它这个炮台呢，如果你把它举上来一点之后，往左右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转的。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呢，感觉插上去之后呢，非常的紧啊，非常的紧。那由于这个地方比较松动啊，所以又是有一些角度，它真的是转不太出来。那人物佩戴的这把枪就放在这个位置上面，那么它还有一个盖子啊，这个盖子的话是可以打开的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原本附带的这个头领战士的这个小人呢，可以非常非常恰到好处的让它坐在里头，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，就看上去就是非常舒服啊，可以感觉到这个坦克，哎，瞬间有变大的感觉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，大小啊或伤害都是比较而来的啊，那我们的话呢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不小心把它给弄出来了。再一次的把它给扣回去。好，那么呢，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。早期我是这个是当年，我在这个台湾的反斗城所买的这个泰坦回归系列的这个老顽固。那我要提一下，它上面呢标准的美版呢是没有这个贴纸的，没有这个贴纸。包括呢这个地方打开，里头你可以看到驾驶舱里头内部。它有一些贴纸，这个都是美版是没有的。这是当年的台湾海之宝呢，跟反斗城有一个促销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方案，所以它有多了一些反斗城独家才有的贴纸。那所以这一款的话呢，如果说呢，当年你有买到泰坦回归，在台湾的反斗城买，你有满额里有送贴纸的人呢，这个玩具的话呢，你要好好珍藏啊，因为这个全世界来讲的话呢，可能就只有台湾的这个迷友呢，你是有幸去得到这个贴纸的。那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啊，以这一次的这个重涂的版本的话呢，它有一些，首先是这个绿色的部分，它是比较偏军绿色，然后这个灰色部件的话呢，也是有自带一个比较暗沉消光的感觉。那最大的不同是上面这个顶盖啊，它涂上了这个绿色的涂装，那感觉就是这个透明的这个挡风玻璃就只有这里了。但是的话呢，这一款
当时的美版是整个是一个透明部件，但是也不是拉差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是不是感觉科技感还稍微比较强一点点呢？然后在这个人物的这个炮塔的部分呢，那个炮塔的颜色的话呢，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颜色。那么呢，在人物的手腕的话呢，手腕的中间这一带呢是有一个分件的。那么这块分件的话呢，在当初的泰坦回归的美版，它是一个跟这个手臂是一样，是一个铁灰色的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的话呢，由于它把它做成了跟这个部件是一样的配色，导致于这个地方呢多了一块比较突兀的配色。在坦克形态下呢，这个呢是一个扣分点，但是在人形状态下呢，手腕则是多了一个分色啊，就变成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优点了。那至于这个滚动性的话呢，两者都是差不多，这个的话呢就不用再多提了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变形过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来给各位示范一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将内部的小人给拿出来，那我们顺便展示一下里头的这个头领战士，这个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就是两手可以动，还有头可以转，那脚的话呢可以往前做一个蹲马桶的一个动作啊，仅此于此。往上翻折一下，就露出了一个是人脸造型的一个头部了。那它的一个变形非常简单，可以先把这个枪给拿下来，那变形的话就先把腿部的话这个地方可以先翻上去，脚的话呢往侧边打开，这里有个卡扣把它松开，然后脚的话呢顺势的再拉出去，然后呢这个脚尖翻出来，这也是一样往外推出去，这里往这推到底，再把这个脚的话呢给翻出来到这边。再来的话呢，上半部的话是把这两侧给打开，它这里的话是这个圆形这个地方塞到这个地方这个六角形内部去，直接翻开就行了。再来整个背部给挡上打起来，往上靠上去，再往下折下来，再往下折下来，折个三层，最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到那个结合，将它给扣进去。这个变形的话呢，是把玩起来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啊，后面这个部件就往下靠下来就行了。再来把手的话呢往外稍微拉一下就自动解锁了，然后手部从内部翻出来，然后手的话呢，这个肩膀的高度是看你个人的喜好，看你想要摆到多高的一个高度了。这里手给翻出来，好的，那么呢这个肩膀的高度的话就是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调整了啊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将它的这个头领战士最重要的这个头的部分呢给做一个组合，从这个地方。那这个头扣的时候，我是建议是这个大脸朝前的话呢，小脸就是朝后啊，就是做一个反过来的一个组合方式。我从当年的泰坦回归的话呢，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把玩的一个方法。最后这个枪把它给扣上去，好的，这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人形的部分呢，我们就直接拿出当年的泰坦回归，然后呢再一次的强调，这个呢是台湾的反斗城发售的啊，有这个特殊贴纸的版本啊，像这个地方这个闪亮亮的贴纸，还有这个像这个地方裆部也是啊，那么呢还有手部这个地方。那如果说呢你把这些贴纸都去掉的话呢，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啊，这一次的这个重涂的版本，它的涂装来讲的话呢会丰富的非常的多啊，像手部这一带侧边这些，而且它是这个银色跟红色是有一点点消光的感觉。那这个裆部的部分的话分色也不一样啊，这个美版的话是完全是一片黄色的腰带，这个的话变成两个黄色，类似于是警示灯的。那么在大腿这个部分呢这个直接就是印在上面的一个涂装了，然后侧边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对比，肩膀的话呢是多出了一些的涂装。最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面部啊，那我个人当然是喜欢露脸的啊，那么呢在美版的话呢它是一个口罩的一个造型，那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个露出嘴巴的一个感觉。那两者的感觉喜欢哪一个呢？认真来说啊，由于主体的这个绿色的部分呢、啊、它这个是有点比较是军绿色的感觉，我个人是比较满意这一次的这个重涂之后的一个版本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基本的一个可动头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，都可以拔下来，就自然不用说了。这里刚刚有提过啊，有一个滑槽，侧边滑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整个的变成是一个这个肩上的一个大炮，但是肩上这个大炮的话呢会影响到这个地方肩部的一个抬高，我个人习惯还是把它背在后面就可以了啊。大炮这个东西就平常不要没事拿出来吓唬人了。那这个拳头可以收到小臂内侧，小臂内侧整个是一个空洞啊。那么刚刚提过了啊，这一块这个分件全腕部这个分件啊
在这里的话呢，它是一个跟上面的颜色，下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加分啦，主要是跟这一代有个呼应啊。但是变成坦克的时候是多了这一块比较奇怪的一个配色，外摆内收也是有的，膝盖90度，脚踝的话呢没有一个接地。其实脚踝接地哦，应该是围城之后啊，这个官方的 Deluxe 等级好像变成是一个标配啊，但是呢在泰坦回归的时候呢是还没有这个样子的。那腰部的话呢非常可惜是没有任何的转动的。背包这个造型来讲的话也算是可以了啊。然后的话呢它的这个头啊你可以跟其他的头领战士做一个互换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呢就不做这方面的展示了。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个官方最近所推出的啊，主打呢还是这种G1 风格的包装啊，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。那价格的话呢也不算贵，如果说你一次全套都买的话呢，价位其实比在板斗城去买的这个原价799的话呢要打个可能大概 7.5 折或者是8折以下的价格都是有机会买到的。那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个模具的啊，就利用一点点小小的时间跟各位做这一集的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